来国剪个变艺术先锋，再剪个绿发女娲宝宝，一技能再生，利益最大化，领悟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六级还能领悟一个，九个，再把还没来得及放生的胡不亏洗一下，再吃夏月华，一个，电本反震，再来本水攻，乌翼一下，木生火，能上锁。剪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七技能善恶胡不亏就来了。三技能善恶律法还能再套，再洗个月妹，两个，三个，再吃夏月华，一个，两个，律法也升下级，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吃错了，一个，两个，先练本合纵，再来本招架，三本，乌翼一下，金生水，不后悔。剪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喝酒，技能善恶月妹就来了。没锁，四技能月妹还能再套，先电本法爆，再吃夏月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洗个涂山雪和出奇须弥。二技能出奇还能领悟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月妹把法莲也垫了，四本，两个都有冥思，重新洗一个涂山雪，两个，二技能领悟一下，一个，没领悟继续洗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觉醒了放生重新洗一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一技能出奇还可以领悟，一个，乌翼一下，木生火，能上锁。剪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七技能出奇，月妹就来了。三技能出奇还能再套，再洗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再吃夏月华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再电本反震，招架，三本，四本，五本，乌翼一下，水生木，能致富。剪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八技能出奇，直音就来了。有锁，直音认证下地狱烈火，再吃夏月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下载个持国，持国洗一下，两个，大雷领悟一下，一个，没领悟继续洗，四个，二技能须弥还可以领悟，两个，三个，下载一坨，乌翼一下，水生木，能致富。剪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八技能出奇，须弥直音就来了。有锁，五技能出奇直音还能再套，再下载个持国，直音认证地狱烈火，持国洗一下，一技能须弥还能领悟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电本幸运。
呼吁一下，轻生水不后悔。捡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八，技能出奇，须弥直音就来了。四技能须弥还能再套，把刚刚洗的涂山雪拿出来，合个出奇化魂，再合须弥，一个，两个，再吃夏月华，两个，变本法连。再来本招架，三本、四本、五本、六本、七本。呼吁一下，水生木能致富。捡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七，技能出奇，化魂就来了。四技能出奇可以套持国，化魂认证一下。呼吁一下，木生火能上锁。捡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九，技能出奇，须弥化魂就来了。三技能须弥还能再套，再洗个化魂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。再吃夏月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电门感知。呼吁一下，轻生水不后悔。捡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七技能，须弥化魂就来了。没锁，四技能化魂还能再套，电本招架。再洗个涂山雪，两个，又不让玩了，秒个涂山雪。呼吁一下，轻生水不后悔。捡过律法的兄弟都知道，直接这么一合七，技能出奇，化魂就来了。没锁。